家好，我是你们的阿宁小姐姐。可能大家对于西藏的印象，去一个很荒凉、很荒芜的一种印象。那个是媒体给大家播放的，都是一些藏北的风光。今天我带大家看一下我们藏南的很温润的风光。什么叫做林芝小江南？给大家看一下。Hello， 大家好，咱们现在来到了最能代表，西藏林芝温润气候的尼洋河。江河汇流的景象是非常壮观的，大家看，上面那条河流是雅鲁藏布江，下面这些穿过柳树、穿过草地的这个河流是尼洋河。尼洋河和雅鲁藏布江在那边汇合，就是江河汇流，然后它们就流入印度，然后印度洋的暖湿气流经过咱们世界上最深的峡谷雅鲁藏布江大峡谷逆流而上，造就了两岸非常丰富的植被，然后还有很充足的高原氧气。大家看到这样的景色，大家看这样的风光，还觉得西藏对你而言只是一个荒凉的景象吗？只是一个荒凉的印象吗？我是阿宁，关注我，西藏的故事我慢慢讲给你听。